Jump 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HE。其实是抱着一个非常快乐，然后很期待的心情去迎接的，然后准备一个什么？准备一个快乐的心情，而且很期待，也很兴奋，可以见到暌违这么久没有接触到的歌迷 ，SHE 的歌迷，两年多，真的是感恩，感恩再感恩呐、啊。对，好了，好，正面一点点，得，哎，好的，要往下，都你啦。第一次住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很熟悉彼此，所以就比较有点客气。可是这一次在住呢，我们三个人已经感情已经很融入了，像家人一样了，所以就是很多的爱跟包容跟尊重在整个宿舍里面，还有互相体谅。对，而且更兴奋，因为我们已经真的好久好久没有住在一起，都有各自的房子，然后他们也都有跟老公住在一起，对，所以很难得有一个这样子，就是三姐妹聚在一起，然后收工之后回到家就是属于我们三个的小天地，所以很开心。这次呢，我们在专辑里面，因为实在太期待见到歌迷朋友，所以我们三个首次一起创作了一首歌曲，然后三个人一起写词写曲，这首歌叫做《不说再见》。就是要送给所有就是一直在等待我们的歌迷朋友，然后很谢谢你们这两年多来的时间呢，一直给我们很多的鼓励，然后还有祝福，还有支持，而且也真的就是不想要让你们失望，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好好的把这张专辑做好，然后把我们这阵子的心情跟大家分享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张专辑。然后得到很多温暖的力量。这首歌有英文版，你们知道吗 ？Don't say goodbye， 我不让眼泪流下。不是，是 Never say goodbye。总之呢，就是很想念歌迷，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，然后一路的给我很多的爱跟鼓励。所以我们又再次出发了 ，We are back。不要哭哈，没事没事。大家一定要支持十二月的恰恰女生哦！ Say goodbye，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。Hold me tonight， 不让眼泪。OK， 好。